这样就好。这位同学写的很多啊，他说我深深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容易求得、容易遇到的，唯有彻底明了宇宙人生客观真相的老师是最难求得、最难遇到的。法师出生于乱世，欲挽回伦理人心于末劫，浪迹海外60年，一直从事于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工作，现在七十古稀仍在奔走各国，为实现全世界的宗教团结统一，虚空法界一体，轻而无有疲厌的工作。挂单居士林呢，短短几天，悲心交集，聆听法师的教诲，目睹法师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更觉得眼前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生活的点点滴滴，正是现代高度智慧佛菩萨的生活。高山良止，精心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法师，虽然我们无福时时亲近你，但我会一切如颜回之于孔老夫子，将法师在红莲舌上讲出来的每一个真实字、每一句真实话，确确实实落在自己的生活行为当中，愿将报答老法师的恩德，为一切众生服务，让一切众生踩着我们双肩去成佛。我想后头我要不要念了这不是问题，我以为是问题。好，你们这两篇东西我都会转给李牧原居士啊。这个世界，我们翻开自己国家的历史，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4千年之前。仔细看一看，说得不好听的话，就是一部人类斗争的历史。看看世界历史，亦复如是，斗争的结果都是非常悲惨的。这个斗来斗去，斗了几千年、几万年、几十万年，永远都不能解决问题，这是我们要深深去反省的。为什么不能够和睦相处呢？如果能够互相尊重、和睦相处、互助合作，这个社会也多么的美好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也要提醒周边的别人，改变我们往昔错误的观念，
这个是在佛家讲无量劫来不好的习气，在家庭里面一家人互相都争，甚至于夫妻也争，兄弟也争，父子也争，所以家不成家了。在这个社会上彼此大家了都在竞争而不肯忍让，自己一点亏都不肯吃，这个原因实实在在是不了解事实真相而演变出来的结果。由此我们能够体会到印光老法师他的智慧，他的慈悲确实是恒古恒今，没有人能比得上。他老人家一生极力提倡了凡四训，为什么呢？无非是看到一切众生的无量劫来执迷不悟斗争的这个念头止不住如果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什么呢？因缘果报如果真正懂得因果报应，我们对世间所有一切争执这个意念自然就消除。